詹姓骑士准备骑进地下道，下一秒另一名林姓骑士刚好骑出来，双方发生擦撞，但没想到林姓骑士竟然直接离开现场。詹姓骑士见状立刻来个大回转追上前，没想到对方竟然还酒驾。我是先 喝酒完，然后之后稍微自己骑车跌倒了一次。没有，我是在家走楼梯跌倒。面对警方盘问，林姓骑士讲话支支吾吾，一再辩解，最后才坦承他跟朋友喝完两瓶啤酒后在地下道自摔，牵起机车要骑出去时不料二度撞上詹姓骑士。事发在花莲，16号早上，林姓男子喝酒后骑车，先在涵洞地下道自摔，结果在德安六街口撞上詹姓骑士，随即驾车逃逸。詹姓骑士从车祸地点一路追人，追了650公尺，最后在慈惠一街将他拦下，立刻报警。该名驾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，全案由本分局接续依 A3 交通事故处理。林姓骑士酒测0.61，黄汤下肚，侥幸上路，结果发生擦撞事故，心虚肇逃，结果遭詹姓骑士骑车狂追，最后还是被逮到，警方依法移送侦办。三立新闻吕彦文，花莲采访。